阿西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台东的博人台道，即卖无这个稻啊是真水的花海，当地农民也菊啊花、油菜花等等的立肥，唔那增加着稻田的养分，嘛将做一大片美丽花海。当地农会阁邀请着游客做伙来票选，看到一个浓郁的产地花海上水。真出名的博人台都无看到金黄色的投影，依然有真济游客来遮。原来是来看油菜花海，规片拢是黄的，甲青色的山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田华边啊拢是游客伫啊咧翕相。逐年年初，以及稻作产啊前，地上观山甲落叶种国家，农友拢会种油菜花等等绿肥，毋若滋养农田嘛，变成即个季节限定的灯开景点。即摆农会阁推出票选活动，田华边啊都投票箱啊，看倒一片的花海上介水。啊，你就走进去田埂，踏进泥土，好、哦，泥土有快乐菌啊，好、哦，欢迎各位踏进泥土，好、哦，寻找这个原始的感动。接近台主任，另外一边的稻田是幻化成波斯菊花海，万紫千红，真浪漫。粉红色的花海很浪漫呐、啊，有恋爱的感觉。今年总共有24位农友参加，有23公顷花海，会使让游客来票选，佫会使留地上在地农产品，被选到的农友佫会使得到20000块的奖金。大家拢真用心，活动是一直到2月7日，想要欣赏种国花海的民众，唔通错过这段时间。